大家好，我是铁牛啊。最近有一粉丝朋友说我天天拍狗，能不能拍点别的？那我今天我就来拍点别的，猜猜这锅里面煮了什么的？来，把镜头摆过来给大家看看啊。铁锅炖鸡、炖鹅，这个不是鸡是鹅啊，土豆。看看啊，这个，你看这个柴火旺不旺啊？今天咱们是正儿八经的做一次柴火炖铁锅鸡，铁锅鹅不是鸡啊，鹅说错了。看我身后这个环境太美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拍这个芒果，芒果上车，快点上来啊！这里这里上这里，啊，哎，上来，好。看一下啊，大家知道吗？这个东西，这个是火遍美国啊！啊，你看，现在我和芒果在这里，我们开这个电扇人去旅行啊！你们觉得好不好？开这个电扇人，来芒果啊！今天是单独带芒果来乡下啊，旅行的一天。你别叫嘛，你叫了我说话都听不见的嘛，对不对？不要叫嘛，是吧，芒果啊？哎，你们狗到了我家耍哈？对，狗都不认人。对，狗这不怎么样。想回到了我家才三天。啊，它进出门的狗就不要。对呀，它是看着我带了个狗。啊啊，它带了个狗。也不干嘛，一会儿打架，怕打架，知道吗？打架他不打，你就到处跑。这个三轮蹦子啊。真挺好的，可以跑100公里充一次电啊！这个买多长时间的？这个有两年，没有坏过啊，没有。这个好结实啊！充一次电可以跑100公里吧？100公里差不多，没得电，大概70多有，60-70公里了。哦，这可以，这电的全电动的，不要改造了啊！不要。哇，这还有芒果，看，哎，说起芒果来了，有那个熟的芒果，熟的啊，哦，你看一下，啊，你看，这石榴，对呀，这个还没炸熟，这个，来看一下哪个芒果可以吃。对，这个可以吃。嗯，会不会有坏的里面？这种这个没有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很多人不会吃芒果，来，我拍个视频，我吃芒果的。等一下哈，我给你洗个刀子。啊，不要刀子，不要刀子啊！嗯、来，我跟大家，咱们有没有在拍？好，最近我胡子是不是看得很脏？有一点点啊，没关系。很多人啊不会吃芒果啊，那我今天给大家示范一下啊，我朋友家里面是有很多芒果，你看啊，从这里剥，哇，熟透了之后是可以这样剥的啊，不用切，像那个剥橘子一样的，看到没？看一看啊，看，我吃给你们看一下，太美了。这个芒果20几块钱一斤的，芒果，看芒果吃不吃？真香。芒果，啊，
采芒果过来吃芒果。对啊。芒果，过来吃芒果喽！我吃完了，你再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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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你尝不尝一下。来，来尝一下。那不吃芒果。又在搞猫，来尝一下。好的，不尝。哇，你看，这个，哦吼，下雨。下雨了，芒果一定已经吃饱了。哇塞，这种大鹅好香啊！看呀，咱们芒果啊，要找这个新的朋友玩了。你看他，看，芒果回来哦。你看，这个是守院子守家的。你看芒果干坏事了，就在门口。你看，这样的车展，你们有没有见过吗？一个轮子的车展啊，给他们。啊，你知道喝水了，渴了。你看这芒果。放羊，芒果开始放羊，啊，芒果怕羊啊，芒果，过来过来，过来，不要怕羊，哎呀，来过来，拿去给羊玩一下，来，那他怕那个羊，拿去，怕羊，啊，那个小羊羔啊，小羊羔你都怕，来再去继续。去凶一下羊，凶一下羊。哈哈，连小羊羔都怕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给他给羊玩一下。那再去玩一下，再去玩一下，再去给他玩一下，给他交个朋友。哇，那个大姐把这个番茄都给进去。好多番茄啊，芒果，芒果过来，走了，我们下去。这是辣椒啊，哇，这么多番茄都给鸡吃，走吧。今天要是带芒果来这山里面溜达的一天，是吧？芒果，芒果开心的，牵引绳没有拉。芒果不要去那山上了，我们去那下面。对，非常开心啊，芒果。只带他一个狗子，咱们也享受一下啊，这种一人一狗的生活啊，户外的，开心吗？这种小树林啊，看蓝天白云的啊，这里过来过来，绳子拉着你过来过来，不行，万一有危险的不得了，过来快点。在马路上有，万一有车来，过来快点，过来过来，啊，不愿意啊，哎，过来，啊，像小孩一样的，哎呀，对呀，现在可以了，你走吧，对，必须这样拉着他，啊。